你过来啊！我有两只手，八只脚，招呼你，绰绰有余。或许我就是天意。这里没人在给他这找死气的家伙。马三章的日本人他硬气，可我公家不是没有人，他今天来还是不来？一腳，为什么刀不引杀？因为刀的真意不在杀，在藏。这个，有一腳，過了山，天界就開闊了。來，打我！劍魂之道，劍魂之道，劍傳道君，道君！哎，你把门！